哇塞，苏州也有高压锅生蚝了，20个只要120块钱，6块钱一个的生蚝，每个都有拳头那么大，还会有小哥哥教你怎么拆，买一送一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据说老板早年卖大闸蟹发了家，飘了之后就失败了，痛定思痛，发现有个亲戚在青岛养殖生蚝，于是一拍即合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所以生蚝比别家都实惠，而且新鲜到可以直接蘸他们家的秘制调料生吃，蒜蓉比起别家的，上面居然还放了很多瑶柱。高压锅海鲜要是一锅里有一个坏了，整锅都会是坏的味道，所以对食材有很高的品质要求。比起市面上莺莺燕燕的做法，新鲜的小龙虾倒像是一股清流，比起好吃，我们要更加注意吃的健康和安全。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时间，我却觉得很重要。只有最顶尖的厨师才有资格为我烧一顿饭，也只有经过大火猛炒、渗透进食材灵魂深处的料理才可以被我品尝。龙虾壳汤为食材注入活力，而来自东北那旮旯的大米只可以放4521颗，多一颗都是不完美的。而来自沿海的新鲜贝类为这份饭增添了海洋的味道，西北的藏红花又为它带来了一份神秘感。秘而不宣的调味料是厨师为我的味蕾量身打造的小惊喜。寒冷水域的波士顿龙虾，放上芝士，再和火焰来一场热烈的舞蹈，足以成为我盘中的食物，激发出香菜最原始的香气，这才是一份完美的龙虾烩饭啊！柠檬就像一个纤细的少女，反而降服了龙虾饭的刚烈，却又不失风雅。米饭，妈妈说一定要趁热吃，龙虾半个一吃是对波龙最大的敬意，而钳子里珠圆玉润的肉，打扰了，请不要再诱惑我了。82年的拉菲我喝不起，18年的可乐却甚得我心。肥宅快乐水的气泡强烈的冲击着我的味蕾，这个台阶的后面是什么呢？实力。哦，下班了，好饿，吃什么？重过来跟酱骨头吧，酱骨头，菜来啦！哇，这么大一盆，比我的脸都要大。听说大骨用的都是猪颈肉，制作起来特别复杂，要花24小时以上。掰着吃显得假正经，一定要大口啃才过瘾，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，这才是吃肉嘛！啊，你好，美女，一共消费32元。我出这么多虾，你出吧。你真的就这么点了吗？你到底还有没有钱？我问你最后一遍。出人就没有尊严吗？今天50块来吃垮一家，冲呀！首先一定要来一个1块钱的冰淇淋，薅宜家的羊毛，浓香奶花，完全不输 KG， 省49元。宜家超级有料的提拉米苏，16.5块一块，省32.5块。再来一份瑞典式肉圆，里面有一大团土豆泥，适合不想吃米饭的朋友。肉圆蘸上酱汁和蓝莓酱，咸甜和谐，一口一个还真的停不下来。一份20.5块，还剩12元。宜家的小食很丰富，我拿了一个薯饼和一个鸡翅，各3块钱一个，八大牙祭非常棒了。剩6元，最后去拿一个果味软饮料的杯子，有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，但是为了健康，基本都是半糖和无糖的。然后喝完可以免费续杯哦。到这里已经把50块都完整的吃完了，最后不要忘记把托盘放到这里哦，拜拜。祝安卡哇伊伊。这家私厨饺子店是一对从上海辞职的夫妻来苏州开的，小店开了快3年，菜单每天都不一样，任性的只卖3种味道，而且饺子按汁卖。每个馅料是可以尝的，其实是从顾客角度出发。每年会花1-2个月的时间关店去旅游，寻找不限于苏州而是全国各地的实力美味，用于做饺子。少要2个月在外面，比如采购食材，有尝当地口味。今天的白参菌净素饺子用的是来自云南的白参，纯手工切馅，饺子皮里放的是菠菜汁，这样费时费力追求材料的品质，所以也提高了成本。老板说他们家应该是全苏州最贵的饺子店了，也并不希望被大力的宣传，不想当什么网红店，只想守住这份宁静，安安分分的做。我是 Yummy， 今天给你们带来苏州必吃的小吃汇总。老王大饼的门口永远在排队，打料和不要钱一样，油酥鸡蛋饼吃起来香脆可口，口感扎实，就5块钱一个，非常管饱。庆兴的绵绵冰都是用牛奶冰刨的，加现切的大块水果也是相当给力。小仙女们要是怕凉，可以试一试温热的椰奶咯。常老配家的炸物一直是我的隐藏菜单，大排炸的金黄，用料实在。这家的鸡腿非常惊喜，把一节鸡骨头替换成了芝士，拉丝的高度也是让人欣喜呀。到了夜晚，苏州人谁不知道老天桥炒面啊？从小摊开到店面，就是仗着经济实惠。大火猛炒后温暖人心的老板小马是个耿直哥，问起为什么选择开咖啡店。大学学的是会计，但是一直会去咖啡店兼职，一毕业就开了 title， 为了店里的装修设计还自学了建模软件。咖啡豆都是自家烘焙，会不定时更新菜单。这个蜗牛的拉花，全苏州我只在这家见到过。早上8点到11点来买咖啡有8折优惠，因为一般咖啡店都是中午开门的。但是小马希望大家在早上也能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。对了，我就会有钱，有钱了就会喝奶茶，喝奶茶我就会膨胀，膨胀了我就会点更多的奶茶，
喝完奶茶我就会没钱，没钱了我就。迪士街上的小饭店开了十年，某点评上每条评论里都会说到鱿鱼炒饭，老板熟练的用小铲子在铁板上炒饭，鱿鱼和米饭是分开炒的，还要加入秘制的酱汁，稍稍炒一会儿就可以加到饭上了。鱿鱼分量很多，炒得香浓入味，配料也是不少，鸡蛋、洋葱、青菜碎，让我来给你们试一试。哇，果然是很好吃，米粒是粒粒分明的那种，但是并不发干噎人，给好评啊。今天亚米翘班了啊！可是我想吃酸菜鱼。那我带你去啊，走吧。这家泰二酸菜鱼店服务员是一票的帅气小哥哥，酸菜鱼制作的过程是全透明的，看得我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，所以我们选择去拍照，哈哈哈。哇，上菜了，分量简直比我俩的头还大，夹起鱼片口感嫩滑紧实，味道不要太鲜美，酸菜脆爽，妥妥的下了一大碗饭。傻瓜，吃鱼脑被卡，所以来带你吃酸菜鱼呢。你说我是你的什么？酸菜鱼啊，又酸又菜又多鱼。最近抖音掀起了国潮热，让我忍不住追一波回忆杀了。这家皮市街上的小饭店开了十年，实在是够接地气了。相信我，好吃的有灵魂的美食都在这种小店里。某点评上每条评论里都会说到鱿鱼炒饭，老板熟练的用小铲子在铁板上炒饭，鱿鱼和米饭是分开炒的，还要加入秘制的酱汁，稍稍炒一会儿就可以加到饭上了。鱿鱼分量很多，炒得香浓入味，配料也是不少，鸡蛋、洋葱、青菜碎，让我来给你们试一试。哇，果然是很好吃，米粒是粒粒分明的那种，但是并不发干噎人，给好评。我忍不住还点了一些别的菜，水晶鱼的鱼片比较厚实，外面裹着一小层的淀粉，倒是因此让鱼片更嫩了，下面还藏着许多金针菇。这道韭菜腰花是这家店的招牌，上面飘着一层的韭菜，不吃韭菜新人就退下吧。腰花处理得很干净，切的花也方便入味，没有想到下面还有那么多的莴笋丝啊，吃不下了。这家店开到凌晨3点钟，要是想吃一份扎实的夜宵，不妨考虑一下这家的鱿鱼炒。